来，各委员就位了。各位同心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今麦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喂喂。阿伯要请坐吼。各位同心大家好，小弟要吃饭了，大家要精神要做好吼。今仔准时下课，为啥因咧人济吼？阿伯要吃饭，阿伯要翕相，所以我会注意看咧时间吼。我阿咧即个上课不是咧看时间呐，咧无多，因为有当我讲迄脚动袂动吼，动袂调伫处位啊。咱当心拢袂甲提醒你啊！所以有一届吼，后壁咱咧翕相个，甲提醒讲安尼啊，我是讲可能已经 OK 啦吼，我动作还阁三分钟啦，然后 OK 吼，所以我即摆注意看伊咧表演个时喏，毋是三分钟，就是 OK 啦，好势啊，时间到啊吼，安尼。所以各位，我今日用题目用迎接新的时代。新的时代哈，伫台湾，咱开始有咱家己历史的时阵，拢经过一个时代一个时代。因为今日时间足短，所以我无法当哦，把咱挪到前面讲咱台湾近代史迄个时代啦。即摆主要讲讲这马英九的时代哈，这时代接不着咱的时代啊。所以伫这个时代内底，你也看，伊去年开始起来的时吼。也周围啊，伊边啊遐人吼，就出代志啊，什么赖素如啦，什么李朝清啦，什么林益世啦，有无？开始一日一日地冒出来吼，迄足奇怪呢！伊掌控党政军特务法呢，奇怪啊！这些人是安那样？迄毋是讲，迄个一任两任吼都累积起来，但是去年开始地冒起，冒起来，什么食品的安全啦？吼、哦，当然军中迄边讲啦，讲迄个邱中秋的案迄啦吼，洪中秋的案啦吼，吼、哦，这拢卖讲哦，因讲的时吼、哦，问题足济个，伫咧演讲近年来你也看吼、哦，尤其最近发生诶，就是讲咱的可爱遐学生囡啦，吼、哦，不管伊的目前的个立场是安怎。啊，是讲伊思想中心是安怎？但最起码以前来讲，胡茂杰啊，恁大人吼，不无啊多好安囡仔来啊，大概扯到这个意思哦。所以超脱的安那呢，迄、那个动与动内底讲，好像讲这个或者动的斗争就对了吼。但这囡仔唔是哦，囡仔内底因的想法真单纯呐，来讲我好像没有明天呐、啊。啊！恁大人底下吵吵闹，尤其是讲胡茂杰，感觉讲黑箱作业无民主，但是因伫咧吵这时阵吼，咱卖管伊后面的动机后壁安怎咱不管啦。有就一点的心吼，各一代媒体报纸，你也看拢无人问哦。干啦讲黑箱作业，啊干啦讲无民主呢呢，好啦。恁为虾米较无人面问讲吼？到底卖讲一个话已经签名吼？就胡茂，你签的内容是虾米话？内容作者讲，我和台湾加利多啦，照中国的贡献，我给你利多。啊，那利多就真好啊！迄南部咪讲遐戆戆啊，利多我搁虾米搁底下咧期盼的啊？吼，啊你利多就是讲讲嘛。第一，干那口头讲，我和你台湾利多。好，姑且不谈讲利什么多啦，但是其中大家真注意啦，吼、哦，伊内底胡茂内底足侪项目吼，各行各业袂拢反对啦，爱利都唔在对一行吼、
过来两项，那如果讲无检讨了吼，咱台湾的四鬼片呢，一项里啥呢？一来六个不像，20万美金可以投资了。啊，20万美金可以投资的时喏，必须也能设公司。但这个公司的时喏，内底你那规则无足详细啊。毕竟我20万投资了，我公司来你台湾，但是呢，我接单啦，接单就知影吼。我接单台湾，但是呢，啊，真简单，我叫大陆的工厂来做啊。啊，台湾就赚一块外国啊。所以接单，但即摆来的公司你接大家，慢慢伊会那。把咱台湾这个员工，甲你轮调去中国，中国因了员工呢，甲你调来台湾，啊，你政府管袂到啊，有这是我公司内底内部作业，所以拢逃避，互你管袂到的，然后把咱当过遐，哎，中国也过来，咱台湾过，安尼好，每一间公司啦，安尼办就对啦，啊，也咱台湾拢流放伊啊，做那做台劳。拢流放伊啊！啊，加个换汇啊！个另外750万的时阵，他个七个人公司过来，啊，过来变呐，很简单呐、啊。这间公司过来七个人了，慢慢来讲啊，我的疫情啊，我虾米货？啊，750万来滴，如果中国的这人吼有计划、有计划，我用7条5000万，啊，7条5100万，然后呢？分配予10万的、20万的家庭，拢安尼七个公司拢入来。你想迄个严重性啥物货？各位想看卖哦。但你看了无啥啦？马英九甲咱讲吼，无啦，我袂当予中国劳工过来啦。伊靠劳工过来，迄个公司一间过来，劳靠劳工过来。所以咱台湾人哦，即路面看袂清楚，迄叫做换货。换货你知吼？咱台湾这个货换过中国，啊，中国的泰克货换到个只，哎，真严重呢。所以无怪中部一个政治卫生啊，伊安怎讲伊啊？我们要赶快通啊，我们赶快过啊。他来我来，哎，他来我去，我去他来，这样很快就统一了。哎，讲嘛，哇，这政治卫生跟你讲迄个什么话啊？所以咱都无觉醒了。无感觉，即个胡茂了的这个这学生啦，凸显一个问题出来，伊啦。你看因安呢，头用中华民国的时吼，这国民党诶，伊讲恁这台独哦，甲你挂台独，甲无啊来治咧，你知影无？大学生咧讲，啊，咱签的时吼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中华民国咧签，国与国咧签，啥人唔对？但是呢，见不得人啦、啊，伊唔敢咧讲啊。所以直接来讲，恁家就想讲被台独，你学生伊老莫名其妙。伊讲的是，啊，你签的是国对国是安那？你讲我台独，啊，原来你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边一国啊。各位，我咧讲吼，那如果啦，我唔是参加咱当民政府吼，胡茂的时我就处理啊，咧空间我就处理啊，但有咧参加民政府。所以咱呢伫边看，但是咱呢看出伊的症结在哪里。当然，台民政府起来了后，把这种个人一笔勾销嘛。但这个中间来咧空间内底吼，有无感觉？到底你含来签是用什么态度含来签的？那如果用公文，哦，啊，那边啊公文啊，你这边无可能中华民国啊100几年，无可能安尼写啊。你有可能写完哦，2013啦，2014哈，这两边人接受嘞，啊，即马刷嘞啊。负责个签的人，伊是代表啥？中华民国陆委会，迄边绝对无赞同的呀、啊。那有可能有一个中华民国存在？所以各位在问无一个重点呢。所以学生伊来无啦提出这个问题出来，包括民进党代人受贿。报纸我有头看到尾吼，无人提出这真关键的问题。你主家讲哪样矮化是矮化啥货？你采用什么人签吗？用 Chinese Taipei 吗？还是用什么货？到时无人问，迄个袂见你袂看好是嘛？
迄见不得人嘛。你若见得人的时，你出来，我的态度，迄、那个陆委会主委，我著用什么什么什么。各位，咱公司了啦，干啦买厝啦，还是买啥拍客哦？是不是安那呢？董事长爱笑的，啊，你什么公司什么态度爱笑的？那中华民国这个什么公司啊？你哪爱笑的呀？无人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叫做黑箱作业，不是黑箱作业呢。所以各位，其实这个经验都是这所在。民进党，我想你为啥无问问？撇开迄个内容卖讲啦，干啦讲利用什么人签安尼落啊？机关拢无人问呢，是咪问咧家己也闹亏？因为你那是用中华民国的心，啊，不可能接受啊。中国那边不可能接受。如果你若不是用中华民国人签的信，啊，无你想啥人签？你民进党是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诶，所以你若不是用中华民国人签的信，等于你中华你民进党那是懦啊。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今仔日会碰到遐大风波，因都袂当见面去，袂当人到台面上，住下家底下呢，呼来呼去啊。但是重点都无人讲，各位思考这个问题。恁若拄到恁熟悉啊，民进党立法委员，你也问看卖嘛？恁讲你甲问遐个什么什么的胡茂安怎安怎？你甲问看、啊、到底是安含人签的啊？是用什么名义啊？用台湾吗？用中华民国吗？啊，用 Chinese 台北吗？你要问看哪答啊？叫陆委会人来啥呢？来立法委员问看嘛呢？一条一条问，讲我今仔来立法委员咯，我问到因都唔知，头壳热热就对啦。所以因为咱参加台湾民政府，这方面咱是政府对政，咱对是美国，因对是中华民国，甲另外迄个中国，所以无同。所以我们那就变咧看是讲，哎呀，咱台湾民政府变啦，也袂出手去啦，也袂插嘴去啦，啊，甚至讲我用个人的心论来。但是那是威逼咱岛民政府啊，所以咱完全无标准对美国嘛。所以今仔个就讲，拿出个因个胡茂遐生意啦，从讲到老会老底的时阵哦，那是讲因看工程，当初迄个匈牙利革命的时阵啊，各位恁知哪年纪？我差不多吼，那数控年代吼，恁可能你就知影，匈牙利革命的时阵哦，也修到布达佩斯。伊就独裁者把战车开出来，伫个首都内底要拍一下生意啦，要拍一下军将。但是咧，最后一个教授站起来，站伫光管咧，说得用话，话啥呢？各位恁这战车内底，恁部队内底兄弟就对啦。你知影恁即来只军将内底有恁兄弟姊妹，有恁的老母无？你当恁枪拍出来，你的炮弹拍出来是拍着恁的亲戚朋友，拍着恁的老母是大人，你知影无？你军中来电视的反对这独裁者，所以你告诉公了心咯，各位知影吗？迄个战车炮管哦，总转弯呢，总转弯咯。所以今仔呢，老实讲啦，咱看到人迄个独裁国家，懂得强调讲，你教授会当徛在安尼讲啊。今仔咱呀。手无寸力，像讲到老岁老弟的时，无见到无一人站起来安尼讲。各位，你这包警察是两代人薪水的，结果是做的很糟糟糕，来讲到咱兄弟姊妹，讲到你的子弟，这学生呢足单纯呢。但有法度，咱今日台民众是对美国的，人家是对中华民国，所以有当然感觉很惋惜啊。这学生啊，足纯单纯，书教是很单纯的很，而且不得是天真，而且这样很可爱的对啦。所以老师讲，对这批这高囡啦吼，吼，我高囡啦是讲，因为咱年纪足济啊，你讲啦，年纪足济啊，所以讲这个考验啦。在这批高囡啦足够注意了。老师讲，因面对因秋后算账的时喏，因拢无惊。这是值得咱的尊敬，你敢做就敢担当嘛。所以今仔咱这辈学生，我看个，哎，我们台湾后一代一代人哦，
嘿，他们有自己的思维，他们的思想。伫国民党教育内底时哦，竟然因想啥呢？因想讲要台湾独立未？哦，这项阮早期的时哦，为要台湾独立，无啥相像呢。我讲在台湾独立时阵呢，国民党你外来政官，哦，独裁者阿伯员，所以阮读军校，学功夫要出来拼。啊，当时讲教育内底迄阵啊，有得戒严嘛，所以作些资讯，咱无法能得到。但叫一批囡仔先，哎，无受得戒严啦。啊，讲起半天也是哦，遮拢是食了饭卡中大汉的呢，伫自然气温内底成长的呢。但是呢，哎，因的想法，因的思维，有当地阮这个所应该讲老前辈啦。因你看迄林义勇的时哦，跟现在老前辈前辈啦。啊，讲起阮也是拢前辈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有安南有学问。好，迄、那个学问呢是搁留在即个林义勇这事件吼，老实讲，互人感慨万千呐、啊。有当想讲，要偷偷走来个声援呐。啊，但讲话叫讲，即个台湾民政府的，用迄种协调是讲起，我唔知道要甲咱台湾民政府安怎交代，你知道？啊，真哩真正，因为咧台湾民政府了先吼。咱的一心一意，我们对象是美国政府。各位大家，这个要足清楚的哈。所以中华民国你也看，你马英九这个时代是已经没声啦。况且有一挂小孩在讲，叫八嘎妹啊，所以很多现象乱象弄出来。所以各位奇怪，为什么讲要迎接新的时代？这个新的时代要来临。雷公这个旧的时代，慢旧时代的时候，他跟着中华民国终结者，因为这中华民国，我以前讲过啊，有在座今仔可能新的电招唔知啊，我用一个真好的比喻，咱台湾咧驾驶啊，北京一个巨机械啊，巨械有一个壳，但是有只嘛无心吼，伊本身家己袂先壳出来，所以咱呢相依为命啊。迄、那个芝麻心会大，但这个壳袂大，所以呢，伊安那呢，伊爱摸起的时阵，伊爱个出来吹较大的壳，安尼伊可以让继续生长下去哈。如果奇怪，这个驾驶员说有这样的经验，跟着认知，我拢个沙来丹台湾，个落了都好些当当啊。因为我当初的时，伫国内饲两只驾驶员的时，其中一只吼。我再跳伊了，安那跳伊呢？因为走出来，啊走出来先吼，我就讲可能天气热，我咧加熬个吹电风啊，啊是讲也可能巴肚枵，我下棚过去啊。来第三日的时吼，再拢跳伊，啊跳伊时阵吼，另外一只，我咧惊着呢，好个在只无出来啊，迄种暗时啊扫出来，迄落安尼挂迄个壳安尼蛇蛇吼，我惊一个种一只无跳伊吼。啊！甲即只跳嘢，光阴走去蛇仔湾，阮高雄有只蛇仔湾，你知吼？蛇仔湾，即只哇，甲放生啊！啊，即只跳嘅甲水涨啊！啊，内心足较艰苦嚟讲，啊，互咱饲甲饲甲跳嘅。我咧走去之后问讲咧，未寄生来讲，哎，啊奇怪，啊咧饲啊饲，卡一只会蛇出来呢啦！伊讲啊，迄个是安那呢？迄个壳伤过小啊！伊必须要找安那找一只较大个壳，会当容纳伊生活生存呢。吼、哦，我恍然大悟呢。啊，咧台湾的是安尼啊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好像个壳，伊伫咱家乡，伫咱以外，伫咱台湾老百姓进来咧生活，当咱一直会伫大起来时阵呢，这个壳袂大，这个壳袂大，你若无这个认知的时候，必然呢。咱的肉身含这个壳，一直安尼，一直拢伫咧共生存啊，相依为命的时，拢做伙跳的，做事。所以今日在民进党待咧呢，因为这个地壳知影讲，一直咧依靠中华民国这个壳的生活。所以各位，我叫你甲民进党遐讲，伊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恁诈骗啥？你为什么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？你出卖咱台湾人？
所以各位，民进党开始成立的时，伊把党旗放在哪里？放在十字路口。你不要冲动的时呢，台湾何去何从？因为我了告，他在重庆办过人讲，台湾何去何从的，对啦。因本身就没有方向感的了嘛，台湾要对因都唔知啊。啊，所以我的冲动的心哦，我大欢喜啊！你解都解严了是，咱那心里震动，我咱啊一点点呢。在我当初来了心，我那天加入台湾民进党，但是迄阵啊，咱内底东江决议文下呢，台湾自民自决，主民主观哦，这有点符合联合国宪章。但是当他1999年刚盖的时阵呢？我心里动员，我都唔知啊！我想我在座可能熬民进党动员呐。我是朱清的动员，恁见人家恁唔知啊？什么时阵改？什么人个改的？什么情形之下来的改？我拢唔知。在1999年的改上，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。嗯，安尼听了小哈苏哈苏呢？因为咱原来是要争取讲台湾独立未啊？哦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只要民进党知啊，这就无可能的代志啊！也下一句安那讲，你知无？也国号叫中华民国。各位来想看卖，咱你咧抗争的是咧中华民国，你是双耳卡炸迄落过来，安尼硬强硬夹敢斗咧夹面。今仔日的心，你民进党是本土的，咱该支持。有四样样，你该支持，第一支持只要大的心哦，你煞必会当掏空牛个，你知？这是咱真痛心的啊！认知不清的心理，个人的利益，我就动为利益。你把台湾这个跟你对，你说民进党作者遐博士学者专家，为啥你无研究过是台湾拢一直依靠中华民国来的？人家加出外国的心哦，拢讲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。恁较袂想讲奇怪较安尼？啊，咱家己咧选总统，看后土地、后人民、后军队，吼。感觉讲啊，咱是一个国家，啊，都家己好个呀。咱自称为，咱就叫做感情上的啦，自认为啦，讲咱是一个国家嘛。大家所管不是伫咱的手内底啊，啊，拢袂认识不清。所以当阿扁起来时，咱就哦，咱台湾个算的哦，咱票呢算在这个总统啊，结果中华民国这个总统。拢家己咧画，家己咧送诶，对来尔，对我拢袂认识。各位，几当前诶，陈云林来即当署长啊，过来中央庙旗啊就藏起来啊。迄人咧当官，迄个中央庙旗拢揢起来，啊，较袂低到讲奇怪，全台拢袂清晰。通通你若中央庙一个国家，为虾米一个当署长过来尔，你爱把旗啊用落来，搁藏起来，可见你都毋是一个国家嘛。但是咱当时咱伫教育内底，有人作些讲，我们捍卫中华民国。啊，别即摆捍卫，大部拢啥呢？拢民进党个，啊无台联个呐。啊，你口罩来，你选举干标出来，啊那无咧选举个时喏，更难成果内底个啦。所以咱呢，用这个毒，毒咱台湾老百姓，啊咱不知不觉，长时间拢麻痹伫心内底。所以今仔各位。你参加台民政府了的时阵呢，老实讲，为恁初级班、高级班，搞一个点招，有当随时咧为人咧讲，大同小异，但是真呢，你来认清楚，有当个讲，你一时听袂入，第二届、第三届，伊就经过点招，伊华丽点招了，恁慢慢说清楚，台湾的状况就是安尼，这毋是你讲我台湾。要安怎就安怎，这叫做爸母生成的啦。咱囡仔生出来，有人作侪讲，啊，你生来较生遐歹啦。我咧要较水的，要较缘投的，啊，无多爸母生成的啊。今仔咧台湾地位就是讲爸母生成就对啦。法律上是安尼，唔是你讲我要单独你，你来当话你讲，你讲我要较安怎样，这无多，吼，就是二次大战这个命运，甲你。决定安尼，所以咱台湾要有一个新的命运，然后有新的姿态出来。这个新的姿态出来的时候呢，把新的新时代来临的时候，把旧的把它去掉的。啊，变啊，
台民主的隔壁国嘛，我有这条法律隔壁国的时阵，靠法律无难嘛，由你走遍天下，咱对台湾这批六十几单，给他根深蒂固，给咱糟蹋领地的这批人的心，不是本身也中国啊尔，连咱作贼，作贼安那，咱可怜的台湾人，都参与在行列内底，啊，领地糟蹋咱台湾人。各位，在你周围要叫人来请身份证，你是无碰到一挂问题？我想大陆也碰到一挂问题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有这困难多，因为咱的敌人真多。老实讲，插家军内底遐敌人，无几个咱唔可怕。伫外口遐，摕中华民国身份证者，所谓咱的台湾人啊，这个是可怕啦。你有当讲各位军事的成功，啊！你即军的军事等于官长啊！你周围拢中国人啦、啊，无咱家己台湾人，所以必须你为说交代讲，大家赶紧吼叫人来请身份证。你做军事总起码你要有你要人民嘛，啊！你人民拢中国人，哎、啊，什么也讲会通。所以这点大家拢足清楚滴，所以当必须用。各美国这个，我一直咧思考讲吼，台湾的苗可能甲这条尔。阮思条哪里讲？那如果有人，甲咱讲要阁第一条的时呢，会当安来把中央挂出去。哦，安尼咱支持也冇紧呢，咱就有法律啊。啊，所以美国是有今年的一败，当时一败，对时一败，咱唔知啊，但是安那呢？有些客观的条件，咱那个确定一定入来，时间点还是离美国一边。我能讲是，我高雄啊个填补，高雄一心翠华路遐有一个啥呢？叫做美国学校，美国校哦，骨力当拢安静静啊，嘿，开始旧年动工，明年将会哦，一切拢完成，两栋新的呢。伫美国学校内底，伫 A 栋甲 B 栋 ，A 栋三楼诶 ，B 栋四楼搁兼地下室。外靠迄个增建一下呢，就是为了适应咧学生增加、学生增加。诶，奇怪，啊，咱学生咧学校拢伫咧紧缩班啊，那美国吼免啊要增班扩大。即个咱想讲，啊个包括填补也是啊，啊，即个想讲，即个是哪呢？就美国部队要怎办？美国部队包括灌校，灌校内底有子弟嘛，子弟要读册啊。所以你目前假如看到拢无阿多啊，拢无金头毛的。但是暗时啊，因为飞机拢会入来，迄声有内行的人啊，咱在座位做过空军的啦，你知影迄个声吼，迄个航机就是民航机啊，甲军机的声无同。啊，所以你听知，我高雄有一条航线啊，为这样啊，就要经过高山啊，高山啊，就飞飞去屏东，屏东啊，南机场啊，北机场啊，而这个时候呢，阿伯找的时候，第一个通龙的龙潭的那只，那只东头几百的时候，慢就爬去你坐啦，啊，坐了睡着，我你看嘛，那只就是去你坐啊，多第一个龙，第一个龙潭龙的，那只就伊坐啦。啊，所以若讲到按叫水，迄水结路，迄水结尾吼，是真济啊。开始以前啊，旧年你记无？迄中美洲迄台遐一个，迄个是落机的时阵哦，迄个总统走路啦，迄个总统啊，吼，煞无人出来按。个另外一个迄所在时阵哦，人遐透死人，嘛咧地动的啦，讲无代表迄个咧地动啊，吼。个咱一挂选手压咧到底手拢总以后是拢水结路的吼。所以咱卖详细的讲伊即个，但是就讲，即只马啊是吼，就是中华民国终结者。今仔我讲的是吼，大家看不能兑现的对了吼。我什么时间？哦，要个十分钟。什么时间？因要离开台湾。老实讲，这不是我今仔讲当时啊。
但各位知影，今年是什么年？干旱年。一百年当前的是咱台湾的命运，咱的先民的命运，来脱离大清帝国。一百二十年了后，今仔日台湾，咱不是脱离中华民国，是咱中华民国要挂出去。所以大清帝国继承中国，真恶命。我去年开始咧想讲这个问题，那三朝四朝超过今年多是安那呢？教五年啊！到你看吧，足些问题拢直直出来啊！所以大家有一个信心哩个啦，这个信心内底有咱个美国的时阵，老实讲哦，咱啊，咱本身哦，无啥力的，恁是钱也无，人也无，什么拢无。所以我来回想讲，必须你当初咧过时时，咱越南刚过的时阵哦，我都五湖投地啊啦，我咧其他都免见教啊啦，把所有个即马外口所参加啊民间的团体啦，啊是用海外。遐大道联名啦，甚物我个拢撇去边啊遐啦，包括我信奉的迄个宗教所在，我做过当时长遐，有代志咧找我拜托，我即马即比咧较重要就对啦。专心投入当民政府，当民政府省起心咧，所以才能迎刃而解就对啦。所以当然，一个美国是我头人伫咧门口外口咧看，讲奇怪，啊，那我咧过一个政府啊。啊是平常还过啊，所以各位你们唔知啊，我那个提出一点，你知无？我正你虽然要十五档出来，我老少少一个呢，啊只要出五万块呢，啊过啊啦，无也无加零啊，啊是安那开未成，是安那样，到尾啊总不了了之了，对，反正去告美国啦，你讲迫害啦，啊你美国的心哦，无代表你叫中华民国过来的啦，啊讲我的心哦。唔知美国欢迎讲，你唔知咧讲啥话，一个人害掉人呐。但是咱咧必须要用的是呐，用战争化、用国际化、用人权化、用人权，搁啥呢？搁加一个旧金山合约。所以你标的格雷西呐，不得不看你爱看你啦。但是当初要请律师的时呐，那真困难呢。律师讲：哦，你要告我美国的，啊，这美国一个法律呢，叫做滥送啊。所以滥送你别来听不懂，我别讲个呀。这不是咱台湾吼，伊中华民国体制内底迄律师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只那中间杀人、杀人、创下无了不作，伊来叫钱来，我就替你编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美国唔是哦，美国你若无有一寡小块恶别滥送的心哦，你的律师的资格有问题。所以拢接咱的是讲要告美国政府的，吼，国内律师哪拢无要接受啊？最后这个。敢接受这个信吼，对的，必须你去那充分准备，把资料开看看了信哦。但是也无搞，啊个欠东欠西啊。最后呢，也是咱的律师讲的，会使最起码五分五分啊。啊，五分的法律的线呢，你平时五分五分就变头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爱过来，所以过来信哦。我当我想讲更加即阵啦吼。侬必须最起码，就讲啊，美国政府目到要害了，你知影吼？啊，较早我唔知影目咧，也未听，也未啥，成咧白上安尼啊。啊，但必须你厉害呢，一个目会到要害啊。所以马上就法院内底来判咧，最后个高等法院，啊，那先咧判咧，不但判咧，佮加落吼。在伫美国法官内底，已经咱的资料向他重温。遐那详细上条旧金山合约内底，美国你是只占领讲嘛？所以美国是老实讲吼，必须你有讲过啊。美国即马对咱一个的模糊政策，一方面呢用政治台湾来国务院含你即条只无为无为啊，含中华民国长时间拢有交接拢有来往啊。另外一方面，嘿，看来咱即批啊。人个少个，个也无钱，无啥物会。甲或者啥华丽台湾呐、啊，在美国内底三权分立哩啦。啊，长时间内底只政治台湾对中对美国来讲是最大利益啊。为啥呢？啊，你要军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有利啊。啊，所以来讲到遐时喏，我着台湾关系法就该摸出来啊。啊，即嘛拿起来要对付另外一个迄个时呢？
啊，伊就安内旧金山河内底的时候，美国一下占领国，啊，你个冒出来啊！哦啊，美国算这足厉害呢，诶，正手倒手拢会摸你干呐？爱要摸倒手摸正手，拢又在美国咧操纵啊！所以今仔日，虽然咱美国甲既然伊伫这个时阵咧生啥呢？生政治台湾、甲华丽台湾的时阵哦，我讲。我们台民政府有可能好啊，你行这种步棋，咱也是对你行这种步棋啊。所以未来的时，你也看会足精彩。第一，伊美国对中华民国管理当局内底发生即类只足侪代志，会头壳摸咧烧，唔知要怎处理啊。那个管理当局，你即安怎处理？赶紧处理啊！但是呢，即马足侪新生代。咱的后辈家的时阵吼，吼，因的思维含咱无啥相像呢。啊，所以咧，因的穷，甲长外咧看的时阵，讲咱咧，迄社团呐，尤其是遐什么台湾社吼，哦，台湾社遮拢学者呢，拢医生呢，啊，为啥呢？有读书呢？因只来讲讲到足穷的话啊，嗯，伊讲林义雄啦，安怎样的时阵咯，迄阵啊革命开始，哦，啊这。对，我听的革命是较早我咧讲的呀，哎呀，即马即批人来咧用力噶，所以有当我想讲哦，我们台湾有救了，咱当然有救。目前在少年起来时哦，伊思维不共，但是安那呢，因一个观念有含咱最大公益数含咱相像的，伊就是咩，嗯啊，咱呢脱离中国，这点就是含咱最起码最大公益数含咱相像的啦。所以各位，在咱这个困难中，咱伫在咧招人，搁来叫来上课，你困难的心，有当咧想，我若接到足侪人电话讲我，啊，这辈少年啊，恁卡无咩，无唔对啊，是无得要哪咪接触，要来改变，伊那是中华民国内底体制来运作的，但因有家己的想法，因要做滴台湾独立。但是变啊无可能，变啊来讲，变啊来解破，变啊弄破一个精品，这就是咱的困难度了。而且呢，要啥物接的人，伊还要相当熟悉。所以在我伫咧思考讲，最起码，因这的人就是要含中国要切割的啦。啊，切割含咱来想想，咱也是被中国切割的呀。注定我会当。求共同点盟，当然还继续要努力了。所以那个论文章吼，各位我准时，因为安那小等嘞，食饭阿哥安那翕相，所以当看到时间到的时阵吼，咱袂使减时间咯，因为咱的上课一直爱拢报起哩，所以我们不能偷工减料哈，真歹势。所以最后甲各位讲的是安那呢？你的单兵就要有信心迎接新的时代，这个时代，台湾民主的时代了。各位，来为着家庭欢喜一下，这个骂的这塞吉洛尔多在台湾做最后一届终结者，所以迎接咱党新的时代时阵，当咱的新的面貌，咱的新的作为，在迄老党以后的政策上诶，即卖当各位把咱的东西讲的是安那呢？你必须大家有信心，这个信心呢，爱比别人较充分啦。别人是也看无到的心呢，要那打一个问号。但各位，咱大家看无到的心哦，咱都没有问号，这个信心的问题嘛。当你信一个呐，信一个神的时，你哪不看到伊呢？基督教你哪不看到耶稣呢？但你为什么信呢？妈祖，你信妈祖，你哪不看到妈祖呢？啊、所以咱有啊宗教信仰来信，台湾民政府的信哦，因为一部啥呢？新台湾论，咱有一部册底下看，咱有个别国家你看，这比你看无你信仰，你既然你信因，啊，信甲讲啊，话讲信甲食狗啊，啊，这就是安那呢？咱今仔日参加台湾民政府的是爱有这个宗教信仰的心，哪类心呢？咱一定行，所以我们。迎接了新的时代，阿爸讲 OK 啊，就对了 ，OK 好，多谢各位。
各位同心下好休困啊，老太给咱用餐呐、啊，谢谢。来，伊阿是会多卡。